12月7日，张雅芝作为颁奖嘉宾出席某广场舞大赛全国总决赛。她身穿鹅黄色连衣裙，露出傲人天鹅颈，锁骨曲线迷人。张雅芝双腿纤细，皮肤白皙，真是不老女神。张雅芝女士在现场互动环节慷慨地分享她的保养秘籍：积极心态加健康运动。是的，我觉得健康对每个人都很重要，运动也是的。其实呢，一个人健康除了在这两方面以外，我觉得这心态也是非常重要。要是我自己选择运动的话，我会选择一个不会给自己借口去不去做的一个运动。比如说，我会选择在室内做一些瑜伽啊，或者是伸展啊那些运动。赵雅芝在现场也透露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，再看一个电影剧本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形象。赵雅芝版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，如今有新人重新演绎，赵雅芝女神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工作的话，我最近在看一个电影剧本，我也挺喜欢的，希望给一个全新的形象吧，和角色跟大家见面。我觉得看见他们重新演绎这个角色和这个剧本嘛，我觉得他们用一个全新的元素和一个全新的电影的方式，和一个演员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，我觉得我非常期待。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